笑，怎么那么快就进来了，吓死我 ！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今天又是练吉他的一天，午安呐，大家。谢谢思源的应援棒，谢谢。Hello，Hello， 午安，午安。抱歉迟到了那么一下，嗯，没有关系。自己说没有，肩膀的，对啊，很累去减掉。今天又是，哎呦，今天又是练吉他的一天，大家就是自由聊天，一起聊天，不是聊天就是练吉他。午安，是更新了是吗？改版了，上面那个变比较多，比较小哎。哎呀，好的，就是午安。午安，午安呐！谢谢不知道谁的新之冠，谢谢九蛋的新之冠。今天是第5540，啊，大家都开始播开了，很勤劳呢。午安，早安，不早了，3点嘞。呜，噔噔。不行啊，还是要充实一点，生活还是要。虽然今天也没有多早起了，但还是要早起一点，哈哈。一直在跟我哈喽，那个我现在才要吃午餐哦，你说标题吗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吃完了。一下哦，停一下哦。好，我来了。日常。
常的话都用咖啡色。完了。回到正中间的意思是怎样？谢谢 Akira 的英文包，是不是忘了故事？我脸是不是有点凶？不是，因为我在调音。谢谢柠檬的英文包。到底什么音啊？救命啊！噔噔噔噔，そうなんだね。そうか、大人になったんだね。
没有那个没有储存空间的。噔噔噔噔噔，午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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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午安午安的大姐，大家今天有上班吗？今天也是薪水小偷的一天，是吗？没关系，薪水小偷。重播的时候睡这样子，已经发了啊！我昨天第一我都看电视，然后我昨天他先播了一次，大概8点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没有看，没看到，在忙，然后之后11点还是12点又播了一次，结果呢？就看到2点，然后才睡觉。大妹，然后看播了，看起来啊，我觉得老师组真的太猛，太猛，真的太猛。老师组真的太猛了啦。太猛，老师组真的太猛，太厉害了！哎，我的家，剪一剪。五二，可以看老师组的表演。哎呦！噔噔。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老师组的表演，太猛了，很好看。急性子的日常，调音调不好。QA 啊，感觉就很有趣啊。
可以边弹吉他边 QA， 怎么样？不是很好。QA 就是类似一家的火鸡汤台，但是呢，因为我没有另外一部手机，所以呢。活着不可以讲个话吗？ Hello， 谢毛良的 kiss 猪猪，大家可以不要当个活死人，活着就好好活着好吗？快吃饭，太晚了吧。就是可以来 QA 一下，QA 啊 ，QA 呢没有规则，但是就是涉及到我觉得有一点危险的范围，我就不会，然后不想答的呢就会跳过，但是呢，就你可以继续问，没有任何限制，就是 QA 就这样。想问什么就问什么，但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冒犯到或什么的，如果太过分了我就会讲，但是你报告快讲完了，是啊，加油，午安午安，就这样，没什么太大的限制，开问，有限制几个问题吗？没有，就可以问到，你要不要先让你们投？不要。太过分的不会被ban，你们还要对发问的人生气，我可以直接跳过的，就是看到如果不好就跳过啊，这样还可以省一道程序，就是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跳过，好吗大家？帮你们解除疑难杂症，然后我的土要飞走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对你们有帮助，但是呢，就是好一个话题，好不好？刚下课辛苦了，大家上班上课辛苦了。四四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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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问什么都可以问，除了私人问题外啦，就那应该自己也会有一个一把尺啊，没有我就也有，没有关系，帮你们过滤好不好？大家应该推瑞婷这种题目嘛，这个当然是应该的。好，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好问？可以想一想，最近有吃到什么好新的东西，觉得好吃，想跟大家说。最近吃了哦，最近姐姐买了，就是
这个啊。皮卡丘的软糖，很好，我觉得有绿色跟蓝色的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蓝色的。蓝色的是香蕉、芒果、凤梨果，大家可以一直问，我会一直回答，就是等一下，好不好？香蕉、芒果、凤梨果汁。热带水果可乐口味，但其实没有什么可乐的味道，我觉得就是比这个好吃，这个比较就是热带水果口味，那就是热带水果可乐口味，但是我觉得可乐的比较好吃，但是其实真的没什么可乐的味道。如果两个能买一包的话，我会选这个，而且它的包装我比较喜欢。我是颜控，谢谢大家。OK。你点的这碗面好难吃，跟以前的味道不一样，怎么办？加辣椒。不好吃的东西呢，就是要加辣椒，不然你可以尝试跟林杰、跟肉肉一样的方法，就是加盐巴。哦，林杰，哦，我们昨天在练习的时候，林杰吃了凤梨，就是他们买水果，然后林杰就吃凤梨，然后林杰吃凤梨就加了盐巴。就是蛮酷的，因为我自己吃凤梨是不会加盐巴，就我没有吃过，没有看过有这个吃法。嗯，那你几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可爱？几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好看，这样可以吗？没有很好看，发现自己蛮好看的。几岁的时候？最近，前大概这几年吧。就其实我。以前没有觉得就是自己的长相特别怎么样，但是现在也只会觉得，就即便其实我可能素颜跟化妆可能真的没什么差，就是就听别人说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差，但我自己觉得就素颜的时候其实还是不怎么样。就最近啦，近几年觉得自己好可爱，近几年才会自拍的时候觉得哇塞，我怎么会长这样，这么好看？这看镜子的时候，当然是化妆过后啊。开四次吗？我觉得我们就两次 QA， 两次不知道要干嘛。我最近有在想要不要弹钢琴，但是弹钢琴那个灯架的地方什么的还在观望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稍等一下，我会再想想。但我觉得两次 QA 或是一次 QA 这种的，我是觉得还不赖。但请大家就是有无限的问题，谢谢。请大家要问两个小时，大家可以撑一下。会稍微甜一点，没有，它味道也比较不一样。我没有很喜欢吃甜，但是可乐的就是比较好吃了。一首歌的喜欢常态功能，我喜欢哪一种？要看常态的工作机会是什么样形态的。当然，这个比较喜欢会比较好。就是常态的工作用一首歌的喜欢，当然是要兼得啊。这个没有办法回答。就是兼得。我是加辣椒。我有多能吃辣呢？不知道哎，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辣度是小辣，但好像有在慢慢增加的趋势。噔噔噔噔噔，大内。等等，等一下哦，你们
们继续想一下问题。凤梨也采吧，很酷吧，酷吧。最近看是真的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小雨的四叶草。我没有，我自己觉得你们。就是你们会问说有没有问他问你们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不太需要，毕竟我们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我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你们，我觉得不管是偶像都会需要粉丝的夸奖吧。有粉丝不夸奖偶像的吗？很奇怪耶。那这样子是我自己认为粉丝都是需要也不是需要，就是你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有好处，不是好处，就是有优点啊。那优点就是好的地方嘛，那你就会去称赞他好的地方啊，这不是一个常态吗？我自己认为粉丝就是可能也是我追星过度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自己觉得粉丝本来就是会夸奖偶像的啊，不是夸奖是称赞他，甚至赞颂他也好。嗯，谁在用我十秒跟十年的小灯泡哪一个好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个有点模糊地带的部分。你说没有灯的情况下吗？没有灯的情况下当然是十年的小灯泡、啊、就是它你要有一个情境我才可以选啦。谢谢 Tuna 的礼物。你加完粗面的感觉回来，原来是没加醋的，没吃醋的关系，多吃醋，多吃醋。有粉丝比较，等一下哦，谢谢吉米粥的应援帽。好像比较不会哦，我他们昨天也有讨论这个问题，都反正有什么都这样，什么意思？第三好像有点，该怎么抉择？都讲，都讲。我觉得、啊。就你们好像很希望我们可以问问，但是就是因为我已经看过好几次这句话了嘛，我个人是觉得，嗯，好，那些流量但是不会的，很难被。虽然你，但是不会让人难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可以讲详细一点吗？
也可以说一些就是大家自己写的疑难杂症，虽然我自己觉得我的解决方法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，但你们也可以多方面的听一点意见，毕竟人是需要进步的。还是瞬间即逝，我觉得就是要看啊，你要有个情况我才可以选择。嗯，那你要不要等？对啊，就是要看啊。嗯，比较不会表达，这个很。这个不是我处理的问题，这个是大家自己要去处理的问题。我知道不是说你，我知道不是说你，但我觉得不会表达这件事情，就是。就算我现在以粉我自己扮的偶像，以我自己的粉丝角度来看的话，我就算表达他们也会看不到，那又是另当别论的问题。哎，有看到我单挑没了吗？我单挑没了。嗯，不会表达就不会表达，就这样。从脸颊侧流越来越糟怎么办？越来越糟怎么办呢？擦保养品。嗯，擦保养品，敷面膜之类的，上网查。因为我是一个皮肤不算糟的，但是我还是会擦保养品。这有可能是年纪还小，或是体质问题，但是偶尔我也是会长一些青春痘之类的，就是擦保养品、洗脸这样子。你才刚戴三小时口罩，我怎么知道你皮肤差不差？其实你们要知道，算了，这个我不太适合讲，这个你们要自己去探索。今年剩四个月，好恐怖！今年剩四个月，好恐怖哎！有什么在想要是自己个人想做的事情吗？进步，精进自己，好笼统，那就这样啊。精进自己，自己更进步，这样。这时间过得很快啊。
挑人啊，各位。大人になったんだね。十。零零一分。有打算买调音器吗？我刚刚用的就是调音器啦。我刚刚没有用手机 app 调音啦，我为 app 没有，我的手机已经没有空间了啦，而且我的手机在直播。所以在播音乐，在直播，嗯，岁月不老人，岁月不老人令人羡慕，但是也要一年，对啊，好恐怖哦！我是说时间过得很快，这件事情很恐怖啊！我是说时间过得很快，这件事情很恐怖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虽然说16岁真的蛮年轻的，但我觉得。反正有些东西还是有年龄限制，大家懂吗？大家是不懂。想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年轻的时候要做，好像老，也不是说老了，长大了做好像机会就变小了，就会觉得很可惜。什么？因为快开学，怎么会突然扯到开学的部分呢？你说很恐怖的部分吗？恐怖的部分是时间过得很快的部分啦。我个人是觉得我还蛮会豁达时间的部分，哈，这难度太好。哎呦，太难了。嗯 ，Q&A 一个小时。还有20分钟，大家把握机会。我觉得，没事。放的音乐是夜行，是你知道怎么忘记但要怎么念，忘记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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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首歌我练好久都还没练了。这个人的名字，这个歌手乐团，我知道的，有露西卡。
好像是这样的，有露西卡。噔噔。而且这一包里面的软糖都是皮卡丘口味的，不是皮卡丘，皮卡丘我听起来很恐怖，皮卡丘的形状。对，谢小雨的星之冠，谢小雨。大家剩18分钟。谢谢的星之冠，谢谢。谢谢嘉阳的礼物，有雷丘口味的吗？没有。喜欢什么花？我对花没有研究哎、欸。你们知道？哎呦，你们知道有生蛋花这种生，就是。生日的花，懂懂我意思吗？对对对，生日当天代表花，对对对，没错，生日当天的代表花，对。不过特别查过，可能因为我自己就是对花也没什么感觉，所以就是如果。喜欢的花的话，可能就是我生日那天的花吧，但我现在也忘记它是什么了，就大家知道我对花有多没有感觉了吧，就是这样。好像有两种哎、欸，就是因为我查过，因为我有查过，就是台湾的生蛋花跟韩国的生蛋花是不太一样。那可以看韩国生蛋，我自己好像是比较喜欢我自己那一天生日的韩国的生蛋花。对对对，是吧？好像是，应该是通常说的应该就是那一种花，嗯，好像就是那一种哦。我真的超级随便的，我对花的部分都是我对我不涉猎的部分就是没有什么在意的嘛。F 不是在按吗？
那就是那朵，我只记得花语，不好意思，啊，我只记得花语。谢谢苏一六六四一的应援棒。你以前班导师超喜欢，不要，我不要当班导师，太好笑吧？谢谢小白兔的玫瑰。我已经把 KKBOX 关掉了，然后它还在播音乐，我真恐怖。我已经把它划掉，我已经把它从那个后面那个划掉，它还在播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我们要来对音乐看看。好，大家还有12分钟。水仙不开花真的很像花，其实我没看过，我喜欢它的花语。休息10分钟。水仙不用土壤就可以种了，我不喜欢种东西。种绿豆吧，还是什么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电脑它是自己开了吗？我被吓到，哎，好恐怖哦！等一下，刚没开吧？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开，很恐怖哎，很恐怖哎！好，那是场外因素。你蛮喜欢做小分队，但顶结果种的比较慢。他要自己关掉，哎，很恐怖，很恐怖哎！我也觉得电脑该换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家电脑真的是烂到爆，因为我们家电脑两台，一台在隔房间，可是隔房间那台就是他的 ，for 他 ，for 我哥。但是呢，就是有点恐怖，我是觉得不太好。是不是要坏了？不知道啊，好恐怖，不知道。今天人比较多哎。他是先工作的少。苏南的呢？猜拳的确换点了，笑死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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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阿 Kira 的看好你哟，谢谢阿 Kira。哒哒哒。不卡。飞来了，欢迎！飞来了，飞来了。
哎，对了，大家 mini con 的怎么样？大家会来吗 ？mini con， 噔噔。哎，我觉得电竞的很酷哎，是它不会发光吗？很棒哎，我喜欢电竞键盘。会发光的键盘，我喜欢会发光的键盘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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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太贵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还来不及看位置在哪。彩虹炫光嘛，对啊，就是很好看。啊，大家知道位置了吗？山顶，你很豁达哎，米总，你终于那个了，你终于哦，飞一回了。不发光，要过1000秒。公布几抽？还不确定详细位置。山顶固定版，太惨了吧！能看到天使就是好位置。大家快来看直播，用眉毛换唱。用眉毛唱歌要唱，眉毛又不会唱。上场，马上会有人到吗？没有，就是觉得很酷。能进去就很开心，山顶好玩啊！是不是想要偷看别人直播啊？你说，听众当天里睡。你可以让粉丝们去吃生日大餐。哎，双等号看了很不开心哎，你手不要打双等号。我午餐吃什么？我午餐吃意大利面。你会被粉丝玩死。我午餐吃意大利面。你这句话讲得很不 OK， 我觉得。你可以带着火锅进去吃烤肉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说你要带火锅，什么意思？冰手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带火锅烤肉什么意思？红酱，就是我哥哥煮了肉酱，然后还有一些意大利面，所以我就把肉酱拿去热，然后煮面，就这样。所以我的午餐就是。意大利面，再吃的不会被罚吗？不是会检查包包，还是不会检查包包？我也好久没有看演唱会了，啊，好久没看演唱会了。噔噔，后背镜一直在那里。
什么意思？大家好好看看表演，虽然知道你们在开玩笑，请不要伤心。可是能进场总比不能进场好吧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期待，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。你要是期待，每次都很期待。放这空很久了，嗯，但感觉好像跟你们见到面的时候，好像都蛮密集的、啊。大家可以，人就是。追求新鲜感，没有办法。我觉得对啊，所以觉得好像见面很多次，一日不见如隔很多秋。大家直播请热烈一点好吗？直播就算是见面的一种了啦。我今天讲话比较没有活力，是因为没有为什么，就是这样讲话而已。哎呦。实在特别的那天是太喜欢了，谢谢灯光，谢谢灯光大哥，我不知道，谢谢就是时代灯光的，刚睡醒没有，我醒很久了，我不能再继续这样子不规律的生活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礼拜一症候群，我放假没有什么礼拜一症候群。谢谢柠檬，是柠檬吗？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在哪里啊？谢柠檬的花枝精粹，柠檬赞哦！啊，大家直播可以热恋，下午才听说一些没关系啊，下午是礼拜一，我一直都是走轻松路线的、啊，忘记没有，最近已经放假了不起，我蛮了不起的嘛。没有，我已经蛮久没有吃鸡，反正几点睡不知道哎、欸，无可奉告。你才不羡慕，很好啊，你就都不要羡慕，这样子生活才很快乐。我们放慢速度，0.75。
今晚会紧张吗？还会紧张吗？要可能到当天吧，我都是前一天才会紧张，但是前一天是很多事情都是那种当下前几刻才会紧张。我不属于易紧张，我可能也算易紧张体质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也很瘦，我已经很瘦了。你的荔枝玉露看香料鬼，你点荔枝玉露，你在跟我认真，这真的很难喝哎。虽然我觉得菜还蛮迷的，但是真的很难喝。我跟奶汤都熟了，平常是真的太熟了，是真的熟，是梦想身材。我现在会几种乐器？我最近有多一种，但是是很不专业的那种，就自己看影片自己弹这样，五种吧。钢琴、小喇叭、吉他、爵士鼓跟淋巴琴。你比较喜欢吃包子类型还是外皮？你刚刚吃了包子，觉得外皮比较好吃。我喜欢一起吃包子，就是要一起吃啊。大家就是被迫听慢版的夜行，不好意思。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。但我很好吃，真的不要，是不喜欢很甜，因为我喝茶都喝无糖或是微糖或是一分糖那种，就是大家真的就是，如果也跟我就是都喝那种的话，真的不要去喝荔枝，因为真的太难喝了，就甜的很恐怖，就它就是你们想一下，你就去吃荔枝果冻，然后荔枝果冻溢出来的汁，就是那个汁，就是那一杯饮料基本的味道，然后就可能多加了一些野果这样。橡皮沙就是类似果冻里面的野果，然后荔枝打开那个汁就是那杯饮料的本体这样子。我看他没有擦过。我他妈痛还没有很会啦，我他妈痛不算。你都把包子拆开，这样不会很奇怪吗？包子就是。包子的意义就是包东西啊，它叫包子，所以这样很奇怪，我觉得吧，应该是不太行。慢版的好听，真的假的？微糖还是很甜的，对啊，就是很甜。不是，我是说，微糖还是很甜啊，就是啊，算了，大家可以不用挑语病啦，就是有些东西微糖就是没有那么甜，懂吗？我只是在说荔枝露就是真的很甜，好吗？还是你是在说你在说荔枝玉露微糖就微糖还是很甜，但是你说的是对的。锅出来看了更甜，真的不要，真的很甜，这真的很甜，点全糖真的是一个新的境界，还是其他乱加糖？我跟你们说，有时候我点微糖，然后它超甜，然后我就会跟我朋友说，它是乱加糖，就很甜，有时候太甜了，就觉得好像是半糖，因为有时候微糖甜到就觉得这个全糖是要怎么喝啊的感觉，就觉得它是给我乱加糖的、啊，开玩笑。无糖，你说荔枝玉露吗？可是我觉得其实应该没什么差，应该就是都很甜。这点我好像感觉比半糖还好，还甜，是不是？他们是不是都乱加糖？我觉得他们一定都乱加糖，不行，我这样子不好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我是说，有时候可能店员太累了。就不小心手滑，加了比较多的糖，这样是在说我没有挑语病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误解你的话语。对，微糖是真的很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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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很甜哦。没喝过，真的没喝过。你以前都点全糖，这样很甜。台南人也不会点全糖，弟妹。当时老板不想要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真的很甜哎、欸。我小贝都喝什么？我不知道面面都喝什么糖哎、欸，
就我觉得他能够喝那一杯就已经很神奇了啦。乱说。Tequila， 谢谢。多多少少就很恐怖啊，我自己是觉得不太行。
后突然叹气，因为野鸡。Miso， 我要杀了你哦！笑了不讲话，真的很讨厌。罚你送五个猜拳。谢谢 Tuna 的荧光棒，谢谢 Tuna 的应援棒。校长，没有，我现在是用元素啊，元素太快了，很猛，元素太猛，没，元素要背起来了。我属于背东西的派系。史上最敷衍哦，三年的话，那叹了十五口气就四十五年，那我不就快那个了吗？就是这个说法吧，还蛮有趣的。噔噔噔噔。So good。谢谢 Miso 的布，就是觉得很有趣而已，只
只是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意思。我们就要放着吧。天使说一声起来好看。对啊，大家买了吗？预购时间过了吗？太可爱了吧，太可爱了吧。好的好的，那这个没有时间压力的时候好了。人之常情啊，就是这个行为是人之常情，所以好像也没有关系。然后你家人就会帮你写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家人这么好？
所以你们的家人都会帮你写暑假作业，这么神奇，太神奇了吧。帮忙画图会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很乖。画图的作业会帮，真的假的？只有国小会帮，其实应该只有看。所以杨杰是老师哦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老师会问这个东西？你是国中的特教老师，很有意义的这个工作。要把老师今天说出来，你要先懒得看，字还这么长，很有意义的这个工作。出作业，教育部。把老师的黑暗面展露给公众看，我没有很在乎啦，我觉得没有关系啊。
好像蛮正确的。需要改正一下啦，应该是有人能写最后一个，觉得看科目，觉得是最后几天，好像最后几天的人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公布答案的意思啊，我没有公布答案的意思啦。当当当当。对耶，我们上去的。我们上次练习完去吃热炒，哦，对，我可以跟你分享，笑死，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练习完了，然后我们都超饿，真的超饿，就是安安吃了大概三碗饭吧，我吃了两碗，平安好像也吃了两碗，还不知道几碗，反正就我们真的练习完超饿的，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先一人点一道嘛，然后我点了。咸蛋炒苦瓜，就我当时在
点的时候，我就问说有人不吃苦瓜吗？我就说没关系，应该会有人吃吧，然后我就点了，然后就有人不吃苦瓜，然后结果就到最后，因为我坐在雨晴跟肉肉中间，对，我坐在他们两个中间，不要太意外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就点了三苦瓜，然后那时候就那一盘菜就是其实没有很小嘛。之后呢，就那一盘菜之后就我们已经吃完一轮了，就是桌上的菜就已经没有，就什么凤梨虾球、月亮虾饼那些，就是直接不见，就一扫而空那种。然后就已经真的快要没了，然后大家饭就是一碗也吃完了，对，就是那时候好像先吃一碗吧，然后就安就是去装饭，然后安装完饭，他就拿了两碗饭就这样装回来，我想说他应该是要给他旁边的人吃吧。就要是要自己吃的，我直接吓到。然后平安就去装，然后我也去装，然后就是菜都已经吃完了，然后都已经吃一轮，结果那盘苦瓜还是没有吃完嘛。然后因为两个人就是比较喜欢，就以前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吃苦瓜，然后那时候就。那盘菜是没有消，而且它原本在就是离我比较远的地方，对，它在离我比较远的地方，因为桌子是差不多就是椭圆形的桌子，然后就是离我比较远的地方，然后那个我等一下，就那一盘菜呢，就是等其他菜就又上一轮之后，我又把它拿回来，就是放到我跟雨晴的中间。然后我就一直吃那一盘，就是苦瓜，因为真的没有人要吃，真的是很难过。哦，平台有吃啦，平台有吃，对。然后雨晴也在我旁边吃，然后就吃，然后就到最后了嘛，就是已经快要吃完的部分，我就夹，然后我就，因为它还剩大概维多利亚没有很多，小小的这样，然后我就夹回来。然后我就边夹，然后发现不对，我盘子也太多了吧，然后我就夹到雨晴碗里面，然后雨晴就说，是很孤单吗？我说对，没有人要吃。他说好，我吃这样，耶、yeah, ，谢谢雨晴，谢谢剑谷的枫叶，维多利亚，所以那盘菜我还是有吃完的嘛，然后还有人就是。因为坐在最那边的人就问雨晴说：“哎，可不可以帮我夹一下菜？”然后那个人就给雨晴夹，然后雨晴就夹了之后就给他，然后那一盘就是都有什么菜都有这样，然后就是苦瓜在下面，然后那个人就不吃苦瓜，然后他就翻起来就说：“什么苦瓜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就有人要帮我吃吗？什么？”然后我就说，好，我帮你吃啊，这样。孤独孤单吃苦，对啊，孤单北半球。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，我还不习惯。对啊，孤单吃苦瓜，雨晴好伙伴，苦瓜伙伴。我那天一直叫雨晴妈妈，但雨晴没有生气。耶、yeah. ！哦，对，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就是因为我最近的头发，那天我穿黑色，然后品涵也穿黑色，然后跟品涵就走在一起，然后一家就走在我们后面，然后我们头发就长度又差不多，然后一家还是林姐，我忘记，他们就说，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好像哦，这样。然后我就说，那我要叫平涵姐姐。然后平涵就说不要，太难过了吧。平涵说不要哎、欸。平涵说不要，我直接受伤。对啊，我都叫雨晴
解决。但是我那天叫他妈妈，他竟然没有生气。就以前我叫他妈妈，他会就是会假装生气，但他今天没有哎。对啊，竟然解决了，我以为他会说 OK， 就他没有，他说他这样，他没有，他就等一下，我现在想笑，他这样，他这样子。这样子，我就受伤，我想说，竟然不要。不然下次叫平安阿姨。好好，杨杰抓到我。大概是这样子。这样。一脸嫌弃。你没有看平涵那个吗？猫系女友，很可爱耶，怎么会这么可爱啊？我那次我真的是重看，我一直重看一个 part， 我忘记是哪一 part， 我就一直重看了、啊、一整集，因为很可爱。那杨杰认证我跟平涵是姐妹吗？平涵要生气，平涵不想要当姐姐。还不给人家弄刺豆，还不给人家弄刺豆，猫系女友啊，你某人家饿了，人家要睡午觉了的，人家要睡午觉了，然后他就这样睡，这种人会这样睡觉啦，这种人会这样睡觉，有够可爱的。不陪我玩就算了，好恐怖哦！不陪我玩就算了，这样大舌头，人家饿了，人家要吃午餐了，还不跟我弄好吃的，很可爱耶。平常那集真的好可爱，然后林思加油，加油。小迪是纯情女友，我不会模仿纯情女友。你说猫系女友，我也觉得我可能演的还不错，可能也会演的还不错。人家饿了，不跟我弄好吃的，就弄午餐呢。哼，不陪我玩就算了。笑，不是我说，我学的很好笑，平常真的很可爱。还有那个，还有油桐花，居然不对，还有油桐花，表，表，我要去睡午觉了，表，我要去睡午觉了。大家没有在看 Drive， 大家就是，回什么室友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不会规定自己。不要，不要，你们要不要突然变走走？不要，没有他没有那么凶。不要，哈哈哈哈
午餐咯，午餐咯。很可爱的，还有那个。每天学没有，我没有每天学，平安应该会发疯吧。每天学的话，不管谁都会发疯吧。每天学，午餐呢？可能看很多次就会了。那午餐呢？伙食蛮贵的哦。对啊，不能充值的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小心哦，下雨，正常下雨。现在下雨都很大。比较会吃啊！我手机声音啪嗒，那个，等一下啦！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！ 呜呼！哇哦！耶耶耶耶耶！没事，耶、yeah, ，好棒哦！不要啊，休息啊。台北市每家热炒购买 BF 代用，对啊 ，Miso， 说到做到哦。这礼拜好像会下整周，没补。原来我这种操作。噔噔噔噔噔。我还没有要关呢，我还有十二分钟，大家。但我今天就不念榜了，我等一下还有事。我今天念一二三名就好，所以好像也不是需要念一二三名了。看一下，
跑不出来，尴尬了，大家。跑不出来啊，跑不出来，尴尬。尴尬咯，尴尬，尴尬，跑不出来，哎，跑不出来，真的没有在跟你们骗，真的跑不出来。哎，不行啊，他真的是，不是我自己不念一二三名的，是他真的跑不出来，他一直在绕圈圈呢。好了，我今天就不念了，不好意思，而且大家今天也没有很对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下次见面的时候可以更热络，希望大家可以加油一点，我也加油一点，大家都加油一点。但我还有十分钟，好吗？大家不要那么想跟我走，很难过。对啊，今天三点半开。所以才旁分。这样吗？可能是只有我的吧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的好像就是怪怪的，就是跑不出来。我现在第一名也是两颗钻石，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啦。好像很多人不能留言之类的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还有八分钟了，大家。生存权没有关系啊，米索。
跟你打招呼，但是不能发讯息。你说飞宝吗？是飞宝吗？为什么你他叫阿飞？是你们很熟是不是？很熟，真的很熟哦，飞宝。你说他可以叫阿飞，那我也叫阿飞。阿飞说他想跟你，对啊，我今天都没有看到他哎，很难过哎，今天有些人都没有看到。阿飞也是小可爱一员了嘛，大家赶快让还在边缘游走的人进入到小可爱一员哦。是主教配哦，祖祖，我跟你讲，主教谁都叫宝贝，他叫我叫宝贝啊，他叫我也叫宝贝啊，他不知道你叫谁都叫宝贝哦。要像品涵他就叫小可爱，所以品涵是特别。对于祖祖的人特别的分法就是不叫宝贝的人，不是啊，没有了。我自己不是不喜欢被叫宝贝吗？要看人啦，女生的话还好，女生的话还可以，朋友之间叫宝贝我觉得可以。没有啦，他的粉丝对他来说都是很特别的人，飞宝一定也是很特别的，对吧？飞宝是专属于祖祖的名字是不是？杨姐也不能留言了，对啊，我想是杨姐是不是也办，真的假的？杨姐也不能留言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排挤你们啊？塔瓦哥是也不能留言了，还是塔瓦哥只是离线而已？现在就只剩国师和米索哎，所以你啊还有小啾，还有小啾，所以你们三个是没有被那个的，是不是？阿 Kira 也不见了，很多人都不见了，为什么？祖祖在小心肝，小心肝是不是？小心肝，哦肝，早睡一点哦，小心肝，小心肝。我在玩谐音梗，大家有懂吗？有茄子也有。你是用电脑？好像，可是茄子不是电脑的、啊。没有，可是茄子也不是电脑，一定是考验主持人说。不要在那边乱讲，李总，你这样子会让我失去很多粉丝。不要这样子，大家都是还没进化成小可爱的小可爱，大家都是我的小可爱。其实小可爱还不是粉丝名啦，就是一个爱称，就像祖祖叫你们宝贝是一样的道理，我就叫你们小可爱。小心肝，不行，我真的觉得小心肝很有趣，就是我自己会想到谐音梗啦，对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哦，是真的叫小心肝脏是不是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大家现在礼物都不能送吗？是不能留言还不能送礼物是吗？怎么那么难过啊？有现在还在的人，请让我看见你们的声音，看见声音是什么？看见你们的荧光棒，手机版的不能留言，算是坏了、哦。哇，我是这次很衰。哎、欸，杨杰追踪了。所以杨杰是可以追踪，但是不能那个。还好刚手机没电，一切都是安排。飞宝，你们就是小可爱，我没有特别帮谁。就是小可爱，大家都小可爱。飞宝也不好改吧，就叫飞宝啊，阿飞。林杰的绰号是阿杰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我以前，哦，之后再说，这之后再说。大家之后就知道我要讲什么故事了，之后会有故事跟你们分享。噔噔噔噔噔，米手说他从鹰嘴页面就挂掉了，我要笑死了，哈哈。Miso 自作孽啊 ，Miso， 所以你不是真爱啊 ，Miso， 没有这个真爱的部分只否 Mifo 是谁 ？Mifo 可以改名了 ，Mifo 改名喽，只否 Miso 一个人，所以 Miso 其实也不是真爱嘛，哈哈，哈哈 m
米手。所以其实现在是大家都还在吗？还是不能留言的就去做工作？大家今天不当薪水小偷了。Mifo 说的真爱听听就好，我也觉得 Mifo 都这样啊， Mifo 都这样啊。Mifo 你不要再新野兽了啦，你才不是新野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对啊，还有几秒，还好还在。对啊，大家不要重新整理哦。Mifo 都这样啊，趁 Mifo 不能讲话的时候，一直 diss 他。但刚开手机真的只有画面，其他都没出来，所以真的坏了。因为我钻石榜其实也开不了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下礼拜会，下礼拜没有意外的话，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意外会蛮多的啦，应该会有个神秘嘉宾。但是我个人觉得意外蛮多，毕竟他真的是有够忙，我跟他约大概三四五六次吧，就是没办法，他就一直跟我说，哦，他突然有事这样子。我也是心很累了，那大家希望下礼拜希望大家可以热络一点，希望让我们看你们的荧光棒，你们的猜拳好不好？希望看到大家看到你们的手，然后下礼拜这礼拜下礼拜反正就是快要 mini con 了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mini con。然后呢，对，今天就是。练吉他，跟你们聊天，没什么。噔噔噔噔，谢谢 Tuna 的鲜花，怀怀我都要关了，为了你再待大概三十秒。开玩笑，真的、啊，我再开几秒，再一分钟，两个小时一分钟的时候，我就关了。怀我都要关了，你现在才跟我来，嗨，太迟了，怀怀。然后怀说嗨完就直接不见。好难过、哦，还是华刚下班呢、啊？可华应该要加班吧 ？mini 空一抽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 ？Mifo 说，虽然他不能回，但是听得到，我知道他听得到，所以我才要 diss 他、啊。Mifo， 一抽是什么意思？位置很好的意思。